司马懿文武兼备，谋略过人，儿子要他辅佐，只是想助父亲一臂之力，早日平静天下。我很欣赏你，我想请仲达帮我得到这世子之位。在南征北战，统一中原，这种权力与智慧带来的快感，也只有我能给你。你就不怕后世史书责骂咱们曹家是逆臣吗？现在轮到我来写史书了。